说我的誓言，给过我的缠绵，人都已走散，何必再去纠缠。长路漫漫悲欢看淡，得失之间谁能幸免，不去打扰是最好的成全。回忆只能陷入深渊，别再苦苦期盼，既然已放手，何必再成留恋，只剩孤单也难免。光阴一逝在一瞬间，红颜未老在眼前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，笑与他。只剩孤单也难免，光阴一逝在一瞬间，红颜未老在眼前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，笑与他。一阙曲，弹出多少真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就隔一会儿他就开始响，隔一会儿他就响，我感觉隔有的时候都不到五分钟，你知道吗？长时间点就十分钟或十五分钟，长时间点这都算。哎呀，那男孩真的是，就是瘾特别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欢迎，就瘾特别大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精力特别旺盛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这欧洲男孩是这个状态的，就是欧洲男孩是这样子的哈，就是你日常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日常就跟他去接触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文质彬彬的，然后挺有礼貌的，然后挺绅士、挺可爱的这么一些男孩。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对比差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就是有一次吧，我跟一个英格兰男孩，我们两个在伦敦的时候，去那个就是伦敦帕丁顿地区有个小威尼斯，我们俩去那儿玩了一起。你那下点小雨，下点小雨，有点积水啊。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积水的时候，那英格兰男孩就把你抱起来，你知道，把你抱起来，就从这个水地方就去趟过啊，然后帮你拿包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跟你讲哈，那就是，哎呀，那么绅士的不能再绅士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整个这个过程。然后呢，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哈，他回到了我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两个也都结束了晚餐了，等等的各方面。然后结束完晚餐的时候，我那时候闲来无趣啊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到点了，可以玩了。那个时候已经是九点钟了，你知道吗？接近十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夏天的时候，我还在玩之前还直播了个五分钟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打开了直播五分钟。然后整个欧洲男孩就会感觉就非常紧张，你知道，他的荷尔蒙就从零点啪就能想给你蹦到100这个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剩下的你就不用动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剩下就不用动了，全交给欧洲男孩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剩下全交给欧洲男孩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，对吧？简单的就开始进到这个状态了，进到这个状态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在客厅当时。啊，客厅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就又把我抬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又把我抬起来了啊，他就又把我给抬起来了，从客厅给我把我直接就装到了卧室哈，到了卧室那个床那儿，因为我那个床特别软，咵就给我扔床上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开始，哎呀，这个衬衣就开始这么就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欢迎各位好，继续。欢迎欢迎，然后呢然后就开始了嘛。哎呀，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的妈呀，我就是整个，我跟你说，夏天那时候是还是夏天嘛，然后呢，我那个窗户什么，我那卧室那窗户都打开着呢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个英国的那个房子，伦敦那个房子，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，它是比较低的那种房子，就是一共加起来就两三层那个样子。我的妈呀，半夜啊，半夜那也就十点，接近十点多钟，我就开始尖叫不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的天呀，不是，真的是特别痛并快乐那个东西感觉啊。然后呢，第一轮这个男孩整个在我嘴里进行的，然后他就爆发出来了。啊，天，我还记得就是热热的啊，热热的暖暖乎乎的那种感觉，进嘴里那个感觉就是暖暖乎乎的那种感觉，就像一个很，就是那种感觉啊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，特别好玩。第一轮完事之后，我回来躺在床上跟他聊天儿。啊，怦然心动柳公公太喜欢粉啊，各位。然后我不得去那个淋浴间去洗掉吗？啊，洗掉的，他也干。
了起来，然后我俩就开始一起洗，他就帮我洗澡，你知道，你说这英国男孩，我都被英国男孩给洗澡过好几回了，我天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绅士，就是该给你。欢迎。有人的吗？继续。英国男孩的时候在那个月光下反反复复的去抚摸我，他就跟我说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吧来自于剑桥啊，他来自于剑桥，你知道吧，然后他在剑桥也接触过中国人，然后他以前也跟一个中国女孩玩过，你知道吧，他跟以前一个中国女孩也玩过，然后呢他在那个里头变，他在剑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也去过剑桥哈，离伦敦很近，半小时的40多分钟的车程，然后那个在剑桥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整个剑桥里很多很多中国人，很多很多中国人啊，他们经常去见，然后他的印象里就跟我说，他说亚洲女孩的话一般都没有臀部呀啊，然后他就对着我那个臀部就像搞科研似的，你知道吗，就一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，同人心礼物跟我开缘分，各位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我就说，发完怦然心动礼物的小哥们，你把你的那个微号发到我私信框里，有在的吗？欢迎，啊！我现在感觉我的臀部冰冰的。欢迎欢迎，兴趣喜欢用嘴，知道吧，后来我在那个英国的时候啊，跟欧洲人玩的比较多的时候，他们把我都培训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，我就发现现在我玩的时候必须得用嘴了，没用嘴的话，我感觉这个男孩好像我给人缺少了点啥内容，然后呢我就是必须得给他用嘴，然后因为我那个，而且那个你给他，欢迎各位好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表情，你知道吧，他特别特别特别那什么的那个表情，哎呀，特别特别爽，特别有那个调皮感，哈哈哈哈，欢迎各位好，这个完全是分那个，欢迎欢迎欢迎，继续，欢迎。我是说，怦然心动礼物跟我开缘分啊！你要如果没有加我的话，你在这儿怎么？我玩啊！你说发完之后我再去玩啊！欢迎。
欢迎嗨！哇，这属于跳舞呀！欢迎。有在的吗？但是呢，确实有一些个别国家的一些，比如说呢，确实有一些个别国家的一些，比如说百分之五量啊，不是差不多。快快快，准备啊！欢迎，我说怦然心动礼物，跟我开全本。啥时候的自动关机就下播了。嗯，欢迎。这哪有哪个国家最长的问题啊？